就在今天，国产手游再次站了起来。这款全新的 MMO 手游再次刷爆整个手游市场，它独特的宠物养成系统和转职系统更是饱受全球玩家一致好评。在超爽打击的战斗反馈下，不少玩家选择转职狂战士，来场拳拳到肉的正面硬刚，刷本 PK 通通不在话下。而对修仙党来说，操作简单还能召唤宝宝的雷电法师也是不错的选择，三分钟通关一把传说，还有可能爆出极品装备。如果是你，又会选择哪个职业来征服这片诺亚大陆呢？